妈妈，哎，潍坊在哪里？这里就是潍坊。1.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1400平方公里的澎湃，这里尽享余言之力，造就文脉昌盛之地。930多万人民的勤劳智慧，一代代企业家和人才的锐意进取，这里饱含改革创新的基因，书写城市发展的传奇。这里历史厚重，物阜民丰，这里绿水青山，满天星辰，这里政通人和，宜居宜业，这里四通八达，汇通天下。这是你万里乡愁的归宿，也是创新创业的天堂。这是你仗剑天涯的牵挂，也是砥砺前行的家乡。这就是潍坊。自古经济发达，明清就以200只红炉、3000铜铁匠、9000绣花女、10万织布机名扬天下，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。乘着19大的东风，伴随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坚定步伐，创新驱动下的换荡提速，潍坊一直走在前列。潍柴动力突破2000亿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商用车动力总成，同时化为潍坊人民不争第一就是在混的工作落实新引擎。盛瑞传动 8AT 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高地，隆起产业经济的新脊梁。雷沃重工助力一带一路拓宽着眼世界的朋友圈，打造千亿级虚拟现实产业基地，歌尔成就智能制造的中国标杆。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，产业结构正在不断优化，行业龙头正聚合创新资源的核心力量，引领城市奋勇争先。隐形冠军占据全省1/5份额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医养健康、现代金融等新兴产业方面，潍坊的创新速度令世界惊艳。这是城市的缩影，也承载着产业的发展。打造企业聚集发展新高地，潍坊总部基地正为城市吸引更多新产能、新机遇。创新的潍坊农业继农业产业化后，新六产继续引领全国农业发展。潍坊正扛起创新提升3个模式的使命担当，续写城乡融合、振兴乡村的新篇章。创新转型正在助力这座城市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。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，这里孕育了儒雅丰厚的文化，千百年来搏动着薪火相传的文脉，千年哲思奔涌至今，文豪大家
横流齐名，众多成语典故发源于此，古今豪杰挥毫泼墨，城市印记在这里世代传承。这片土地历经沧桑，依然伫立着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这方水土钟灵毓秀，孕育了不可胜数的文化巨匠。文化善地，大成潍坊，从世界风筝度到中国画度，从金石之都到中国民间文艺之乡，全新的城市在古老的文化中叠加出新的价值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释放着城市灵魂的新动能。文化潍坊蕴藏巨大能量，正在重塑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浪漫想象。推进改革开放是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的力量源泉，担当作为，狠抓落实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一次办好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。面向全球，邀才揽志，引入高精尖缺人才，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坚力量。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，构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，释放城市发展的潜在动力。五条高铁即将交汇，五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，十四条航线空中穿梭，千万吨港口吞吐万汇，立体化大交通格局，互通互联，为城市迎来跨越式的开放。满足百姓期待，构建美好生活，是这座城市努力的方向。文化育人，文明创建，让城市更宜居，乡村更美丽。创得出金山银山，守得住绿水青山。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，保护河流和湿地，大海和山川。智慧城市3.0，城市大脑塑造着全国首个物联城市的新形态。湛蓝广场片区和高铁新城片区的傲然崛起，迎来北融南联面向世界的新机遇。美丽潍坊正在让每个人拥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凡为过往，皆是序章。行稳致远，扬帆起航。潍坊正敞开怀抱，迎接天下有志之士，搭载新旧动能转换的高速列车，奏响建设富裕文明、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强势的新乐章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相约潍坊。